ラーダオツォンの経済の重心はディーファー街にある。ディーファー街一段155号は、かつて南北の商品を販売していた店から、現在は文化創造ブランドを経営している。この普通のように見える店は、台北市政府文化局に登録された歴史的建造物だ。その背後には、どんな物語があるのか、人々の好奇心をくすぐる。我自己本身对这种文化资产本来就比较关注，所以我知道台北市文化局它有这个老房子运动的计划。还蛮巧合的是，那时候就看到说155跟329那边在做招商，就决定试试看。然后还蛮幸运的有被选上。整个一楼都是我们的营业空间，客人随时都可以进来参观。二进因为它空间的坪数比较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也透过比较弹性的配置方式，那它就可以变成大概二三十人的一个活动空间，这样。这个据点本身它就是一个承载这样历史记忆的空间。D ファー街一段155号の建物は、最初に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は1850年代のことだ。記録によれば、1924年から1936年まではシェーホエチュン商工によって運営され、主に石油、肥料、砂糖、キノコ、豚脂などの商品を取り扱っていた。1951年にリー・チンハー氏によって購入された後、南北の商品を販売し、新天チンハンという名前で事業を展開した。这边以前卖南北货，在战后做一个南北货的进出口，在更早期就作为茶商的囤货销售地。所以它其实在日本时代、在清代的时候、在战后，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生活使用。我祖父他们那时候在这个迪化街有成立一个福寿同业商业工会，这一带中南街跟中北街的这些商行贸易行，他们都从事南北货的比较大批发商的进口商，这个是代表性的。所以这一栋房它其实是有一间店面，两栋主结构两进，然后中间就有过水，那它后面也有一个过水，所以就是一坎一间店面，二落两栋建筑物，两过水有两个开放式的天井。譬如说国小一回来，那要帮忙妈妈，因为爸爸常常就出去花天酒地，所以我都会坐在前面那个门口的地方，我会摆一个凳子。从小我就想赚钱，所以我就会住在那边，帮忙照顾，譬如说有客人来就招呼他，你要买什么南北货啊，所以这些我都很熟。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我们开始营运之后，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大哥他就跑来我们这边逛，他就说他以前就是住在这边，然后他说他以前就在那个楼梯上面跑来跑去。我曾经从这边那时候就是搬货摔下来，差点没命，到十二三格的位置，嘣嘣嘣嘣摔下来，应该是1985年到1986年那个时候卖的，但是卖的那个时候我本人不在，所以呢，我二哥跟我讲，你的东西都被搬到龙安街的一个住所。那时候我莫名其妙，迪化街怎么没有了？回来才知道说，爸爸妈妈已经卖掉了。リーファー街一段155号はその後、何代もの異なる新しい所有者を経験した。所有権の変動は終わりがないかのように見えたが、2005年に転機が訪れた。这栋当初在2005年的时候被指定为历史建筑，算是迪化街这边目前已经很少见的闽南式的建筑，它还维持着闽南的这种山墙的斜屋顶，所以在这个建筑里面一些角落可以看到这样子历史变迁的一个痕迹。这样清代开港之后，这个洋人的建筑技术慢慢的进来，那开始有这样子的砖造木结构，甚至洋楼这种拱窗的形式，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演变史，那这也都是我们在迪化街155号里面可以看到的，它有融合台湾的这个历史发展各个阶段。この100年以上の歴史を持つ民数建設は2010年に URS 都市再生プロジェクトを通じて、迪化街の発展と促進を担う基地の一つとなった。
かつての雑穀や漢方薬店という過去から離れ、若者たちが集まる場所となった。那我自己进来迪化街八年的时间，我觉得，我们做了好味食堂，来到我们的空间，认识我们的老房子，然后呢，再到街区上面去认识迪化街的老板，然后再把食材带回我们的空间，然后再经过教他们怎么烹调这些食材，然后让他从这里带走属于大道城的味道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。就是说，我们大家对于老房子的运用，其实不应该只有限缩它的想象，而是可以从它老房子所展现出来的这些艺术、文化、历史的这个故事，我们继续再去说它接下来可以再发生的故事。到现在他们还会怀念，有时候我带他们过来，我们以前就在这边，感觉这边文创他做这样哈，是比较现代化，然后看起来是蛮舒服的。我们以前呢也没有空调，也没有什么，所以都靠电风扇。接着它变新了，但是呢，其实老味道还在，就是这样。文化財の保存と活性化再利用に真剣に向き合うことで、過去を未来に向けた基盤に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。古い建物が新しい姿に生まれ変わり、変わらないのは人々と建築物が織りなす物語だ。その物語は続いていくだろう。